ハートワン。还有一圈呢、哦，滨海的小精英俱乐部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两个人的挑战赛，有没有？这个如果按坐戒的话就会扣分。时间快到了，200。哇，敲青蛙比赛。100了，哇，这个也太梦幻了吧！哇，好梦幻哦！噔噔噔噔噔，哇，好漂亮的教堂哦！哎，这很有科技感哎！哎，我从舞台上面拍下去很漂亮哎！隔壁是一个小足球场，好酷哦！去看看。踢足球都有两个球门，嘿，帮忙踢，好，加油！进攻，嘿，哇，进攻，嘿，这是音乐摇椅吗？摇的头会晕吗？不会啊，不会。这边是健身房，也有一些咖啡可以使用。练习平衡。只要说一个东西停住，它就不会了。对啊。哦，我现在冲浪哎。打扫干净了，对呀、啊，全部都换新了。先看一下，你看，这是两张单人床的房型，这边还有一个沙发。看一下外面的景色是什么？啊，前面那边就有停车场，因为这饭店的话就有两个这个平面的停车场。欸、这个地方我很喜欢，你也可以在这边写作业，这个可以来办公的地方。办公的地方，我们看一下冰箱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这是昨天的水，还有他又换了新的两瓶可乐。这里有茶叶、红茶、乌龙茶，还有咖啡等，这应该今天要来泡一下，都还没有喝到。马桶，马桶它是免治马桶，它是这种。对呀、啊、，Total 的免治马桶，就是这样啊。这个是淋浴间，不是那种泡澡、哦。对，这个房型是没有那个浴缸的。那它的那个洗发精跟沐浴乳，它就是用这种整瓶，比较环保一点啊。它这个那个洗手台的这个设计啊，比较节省空间啊。那么你看，就少做了一个门。找出一个门，比较开放式，电视蛮大台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它这个房间还不错的，就是这个插座也很多组。你看这个小书桌旁边就有两组的插座，床头边也都有一个插座啊。这边还有副拖鞋。饭店的房间大概就这样子啦。啊、它房间其实真的还蛮大的，而且又很方正。这边还蛮清幽的，很安静，感觉还蛮不错的哦。拜拜。